有抢先看，不先不给看。大家好，我是 Sarah。 那么说到洛杉矶这个地方，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这里几乎是没有春天的样子，它几乎直接就从冬天跳到了夏天。那可是其实四月份的话还是有很多很美好又很好听的歌曲的。那么本期环球音乐梦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属于四月在洛杉矶看不到可是又真实存在的好听歌曲和 MV， 一起来看一下吧。中国好声音的时刻了。那好声音这个舞台真的是太多优秀学员了，不仅有很多新人来，连很多旧人都一样不会忘记他。比如说这一期中国好声音，我们迎来了去年我们好声音的优秀学员。那么这位优秀学员呢，他去年进入了我们中国好声音的最后决赛，那不知道他今年会不会又比去年唱了更加好听的歌呢？一起来听一下吧。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茧，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和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我的心好了，等着你来疼，而你现在还已不同。冷冷的夜雨中，好想你来拥，一切只换来你一句保重。那么我们本期的环球抢先看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大家再见。第四季中国好声音美国招募站由华美银行冠名赞助，中国东方航空全力赞助， Orlando 上 K 量饭 KTV， XOX Pub and Restaurant 场地赞助，以及合家欢卡拉 OK 音响设备，津津有味餐厅， Koginara 韩国烧烤，杨协成，百奥药业，花都影音，金凤凰风味贵州，情有独钟交友网站赞助播出，指定礼品由 Flores Oats 提供。